世界各地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想大家都很期待这一场球了，不用等很久，两队的球员很快就出场了。我是伍家谦，我说报开新闻即是广播错过，所以要找个有经验的朋友傍住我，他就是 Keyman。 喂，家谦不要这么说，真的，即其实你只是卖样都已经可以了，何况讲的把声音还那么好听，来吧，看球吧。看看两队阵容先，吊高个波，向住侧翼，好脚法，古亚连传咗个波入嚟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呢球波过唔到啦，基奥云尼。试下呃埋去啦，金奇梦新攞到波啊！金奇梦新，好彩龙门有准备咋，呢个波唔系容易救噶。咁样嘅传波唔得噶，向前传出，呢个波传得靓，武月卫，喂，把握机会啊！又射失咗。有机会射啊，救咗啲球啦，尝试笠呢一个高波，不过把握得麻麻地啊。龙门都俾多啲压力佢噶，不过呢个波射失有啲唔好彩。破嘅好机会嚟噶，搞唔搞得掂啊？喂，呢脚再一个机会啊，入网，打破僵局嘅一球啊！咁多空位，咁多时间，真系点射都入啦！可以摄到个靓位入波，梗系佢叻啦。不过冇 mark 住佢啦，对手责任都好大。六到六角，领先一比零。入咗呢球之后就睇你有几集中啦，因为好多失波咧都系入波之后挂住玩电话而输嘅。向住侧翼传出，后取一顶，方向唔啱啊！呢个波进攻都系几美妙啊，防守啲球员都挂住睇啊，唔失波咪算你好彩啦。
交出腳靚波啊！傳波唔夠準啊，傳翻俾龍門。浪高個波，傳入去。古亞連試下接應啦，係咪射得呢？射佢，救得好，反應快到呢，小粒圓滿啊，輕輕撩高個波，個波會去邊度呢？傳個波入嚟啊，呢腳波傳得好啊，同龍門得射佢啦，入波啦，又整多粒入波啊，浪接浪啊，真係夠曬冷靜，攞得好準啊！呢個波攞到咁準咧，都唔知道會唔會撞柱彈出嚟嘅。結果佢好彩啊，撞柱而入。倒六角领先两球，可以缩啖气啦。入到第二球咧，就你话晒事啦。你想继续进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。巧妙嘅传球啊！攞到个波，仲有空位，呢球点咧？嚟多次，入得好靓啊！喺重要时刻入咗重要一球。佢呢一球啊，胜在反应快啊！這個球我想龍門是很大責任，朱勝大錯，呢场波睇嚟仲有得踢噶，嚟一个入波咧，对于比赛形势啊有好大嘅影响嘅。呢一球就系好例子啦。哇，想夹硬过得唔得先？球正吹鸡，上半场够钟啦。喂，上半场好睇，两队又加埋入咗三球，而家相差一球。半場是2-1啦，不過邊隊贏咧都唔敢估嘅，睇下邊隊入到下一球啦。球正吹雞，下半場開始，剩低45分鐘俾你哋追嘅咋。向前傳出，我諗佢拖得太慢啦，搞到對手都壓曬埋嚟。如果佢早翻少少俾隊友咧，就有機會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擋咗啲球波。哇，相當巧妙嘅傳球，反擊啦！前面得翻個守門員啫，過到睇你呢下啦！哇，呢球波佢好有信心啊！佢搏曬命㗎啦，不過射門嘅角度啊，真係爭少少。傳翻去後邊啊，重新嚟過啦。高空傳球，個直線嚟啦！高空傳球，哦，俾得太大力啦，個籠啊沒收。古亞連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
傳翻去轉頭，拉弓，呢球波救得靚啊！非常時候梗係有非常手段啦、啊。呢、這個時候仲講咩陣式啊、戰術啊，去啦！冇錯啊！後面粉碧要射啦，好波，仲未定輸贏噶。嗱，反擊咪就應該咁啦，越簡單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六到六角，睇嚟啊，打算換人喎。呢一場波夠曬刺激啊！失咗波就梗要即刻反擊啦，形勢又有變啊！浪高個波，吊高個波，揾唔揾到機會起腳咧？哇，跑得真係快啊！可以解圍啊！而家睇落咧，场波嘅关键咧就系边队能够冷静啲，能够 hold 得住个波啦。传个波入嚟，个直线嚟啦，完全冇法子能够预计嘅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喂，呢啲时候咧，有经验嗰啲球员要负多啲责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简单就失咗个波嘅。起腳，哇！夠，哎，仲有啊，冇問題。哎，攞到領先嘅一球，佢呢一球啊，勝在反應快啊！無論你係唔係前鋒都好啦，大家都要預計咧，龍門係有機會咧，係接唔實個波跌翻出嚟噶嘛。一落到自己面前，咪就入波咯。哇！又換啊！嗱，要讚咧，佢意志力應該幾好嘅。不過咧，有心無力啦，教練換佢落嚟都啱嘅啦。六到六角入球領先。嗱，呢個賽果咧，絕對係努力嘅成果嚟嘅。佢就應該有好啲嘅選擇嘅，不過我哋喺側邊睇啦嚇，同落場踢咧又係兩回事嚟嘅。帶到個波上去啦，有冇機會咧？嗱，本來就可能有啲機會嘅，不過都要等下次啦。边个运嚟？角球，俾咗个笼喎，时间够。
兩隊各盡全力，非常精彩啊！結果咧相差一球啫。Kimman 有冇咩意見咁啊？好奇怪咯呢場波，其實佢哋應該都知道自己中間嘅防守能力係幾弱㗎嚇，結果咧真係中門大開。